贝勒成员陈小婷近日因在2022 KBS 歌谣大注记中指定着 NCT 成员 Mark 的影片成为热门话题。只见当许多团体一起在台上开心的唱歌时，陈小婷就被捕捉到一直用强烈目光斜眼凝视着 Mark， 甚至还长达数秒钟。这段影片一曝光，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，这眼神是真性情的。如果是我喜欢的人离得近的话，也会变成那样。感觉陈小婷很喜欢 Mark 的样子。由于不知道真实原因，因此就让众人都相当好奇，到底为什么陈小婷要一直盯着 Mark 看，在韩网上掀起热烈讨论。